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と。那么课就上到这里，下节课是体育课，得赶紧去换衣服。好不容易的休息时间，光是做一下体育课的准备就没有了。不过比起一直坐在教室里，还是到外面去比较开心的。是啊，不过今天体育课上什么呢？好嘞，来比赛谁第一个换好衣服怎么样？哦，来吧，来比吧，不会输的呗。预备开始。哎呀，脱不下来了，这下赢了呗。快看我的速度，糟了，穿反了。哎，我的体操服不见了，跑到哪里去了呀？讨厌，山田你在干什么？找不到我的体操服。行了，快把衣服换上。啊，哈哈，找到了，我是第一名呗。可我输了，再从头来比一次。好嘞，第二次比赛。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换衣服的呀？准备好了吗？预备开始。穿新袜子的感觉真舒服。唐默，走了，快一点。好嘞，这次来比赛，谁把鞋子踢得远。好，从这里开始吧。那我先开始了，预备，看我的。飞得好远呢。男生们真好啊，即使袜子脏了也不会在意。对呀对呀，轮到我了，预备去吧。哎，飞出去了吗？米奇同学踢出了0厘米。再踢一次，让我再踢一次吧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踢吧。好，一决胜负。看到他们这样，我也想去踢踢看了。嘿，小丸子别去啊！就一次，我就去踢一次，我去了。哎，小丸子，喂，让我也加入吧。哦，小英也要踢呀，我是不会输给女生的。我也不会输给你们的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喂，藤木，你也到这边来排好队。不想弄脏今天穿的袜子。对了。就假装尽力踢出去，其实只踢一点点。准备，我踢得还挺远的嘛。谁是第一名啊？小丸子，老师来了，快点啊！在体育课之前做了这么多运动，真是不敢相信。真是太麻烦了，跑着去吧。我是第一。男生就算袜子脏了，也完全不在意呢。真羡慕他们这么轻松的人生啊。唐木同学，刚才你故意踢得很近的，对吧？我都看到了。那么不想弄脏这双白色的袜子吗？不过这么在意袜子，你也真是气量太小了，甚至还假装用尽全力去踢了，你还真是卑鄙呀。那么各位同学，请到这里来排好队。不过这件事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各位同学，接下来请快一点回到教室里面去。累死了，累死了，体育课一点不轻松。你在干什么呀，猪太郎？这样穿袜子滑行会更快呗。好嘞，我也来。我也来。
停下来，这么做很危险的。袜子上破了洞也不知道啊。真的呀，罐头的袜子破洞了。你别闹了，我的袜子也破了个洞子。像我这样一开始就光脚就没事啦。那你的脚底板肯定很黑哦。哎，真的耶。不过反正也不需要袜子。真是笨蛋呢，山田。要是没有袜子的话，圣诞老人要往哪里放礼物才好呢？哎，这个嘛。不过现在和圣诞老人没有关系。总之，我们的袜子不管变得有多黑，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太脏了。黑的不是脚，而是袜子。就算黑了也没有关系吧。这样的双脚回家之后会把房间给弄脏的。嘿嘿，我一回家就马上把袜子脱了。就算袜子黑了，只要像这样脱下来，翻过来再穿上，你看又干净了。为什么为了袜子要计较到这个程度？你们男生太脏了，我讨厌你们。好了好了，我说大家可以了，没有必要为袜子而吵架吧。戴在手上的叫手套，为什么穿在脚上的不叫脚套而叫袜子呢？明明是穿在脚上的呀。的确呀，为什么？小丸子得快点换衣服了。这样一天下来，袜子就全黑了。洗袜子也很辛苦啊。就是啊，我现在真的是很同情男生们的妈妈，太辛苦了，真想替他们感谢他们的妈妈呀。就算你感谢了，洗衣服也不会变得轻松的。刚才被永泽同学看到了不好的一面，不过袜子没有弄脏，真是太好了。好嘞，这次来比赛，谁从秋千上跳出去跳得最远，好不好？那过会儿在公园集合。好。男生们一整天都吵吵闹闹的，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比赛呢。其实呢，刚才踢鞋子的时候，我也有一点想试试看呢。哎，那你也一起来试试看嘛。但是就像男孩子一样了呢。是啊，变得和笨蛋男生一样是很难为情的。啊，我并没有说小丸子你很难为情的意思呀，那是不一样的。没事的，认真想一想，我做的事情和一般做蠢事的男生也没什么区别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没出息。根本没有那种事情。那么现在我也试着把鞋子踢出去吧。小鱼没事的，不用安慰我。不是这样的，是我自己真的很想试试。那小丸子，我们走。其实我真的很想尽力踢一下，只要注意不弄脏袜子，我也能踢的。好了，趁没有人看到的时候，预备，踢！果然，我知道我也就这水平了。你一个人在做什么呀？疼疼疼疼！永泽同学，我看到了。这次想一个人不偷工减料的试一试吗？没想到这么不服输啊。没，我不是不服输啊。没事的，我早看穿了你的心思，不过踢得没预想的那么远吧。没关系，这件事我也不会告诉别人的。那两个人在那儿说什么呢？藤木好像都快哭了呢。还是不要和他们扯上关系比较好。今天我们先回去吧。下次再试也行。再见。原本干净的袜子脏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真是的！我回来了。竟然这么脏啊！这下没办法说男生了。丸子，怎么了？爷爷，让我看看你的袜子底下。怎么了？你看。果然爷爷的袜子很干净。
你说袜子怎么了？爷爷，戴在手上的叫手套，那么为什么穿在脚上的不叫脚套而叫袜子呢？穿在脚上的叫袜子，确实很奇怪，每天都穿却没注意到。我去把袜子放进洗衣机。戴在手上的叫手套，穿在脚上的应该叫脚套才对呀、脚套写作汉字就是足带，足带袜子，袜子就是足带，足带就是袜子，袜子就是足带，足带就是袜子。能洗干净吗？现在可不是同情男生妈妈的时候呀。小丸子对接下来要辛苦洗袜子的妈妈只能表达感谢了。小丸子预习功课。这道题小丸子要看漫画的话就去外面。为什么？你在这里我会分散注意力的。切，不过就是比我早出生，就一副了不起的样子。吵死了，我想安静的学习，快点从这个房间里出去，听见了没有啊？才不要呢，这个房间也是我的房间，只不过是把我的房间租给你而已，你明明只是在这里睡一个觉而已。才没有这种事呢，我也用书架和书桌的。嘿，嘿什么嘿，真没有礼貌。可是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学习的样子。我学的，偶尔。哼，是吗？没错，而且就算我不学也没事，姐姐要是不学的话就会不明白学习的内容，真可怜。你说什么呢？强词夺理。姐姐你干什么？好痛啊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姐姐打我。哼，假哭。真无聊，怎么又吵架了？姐姐莫名其妙的对我发脾气，是因为你在笑。笑一笑有什么关系吗？吵死了，那个时候我在学习呢。在这个家里连笑一笑都会被打，真可怕，这个冷漠的家。蠢死了，没办法和你交流。丸子真讨厌，一说学习就觉得了不起了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谁想学习就学习，谁要是想笑就尽情的笑。对呀，我就是想笑啊。没错没错，笑吧。爸爸，你总说些不负责任的话。我说小丸子，你作业做完了吗？作业今天没有作业。你看差点就忘了吧。没关系的，那个作业不做也没什么事的，不过就是老师让看一下语文资料而已。别说蠢话，快去做。是。要去学习了，真可怜呐。真好啊，爸爸这么轻松。你说什么呀你？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做的，好吧？一点也看不出来。哼，讨厌。这个原来是小林伊莎的故事啊。你干嘛？不是伊莎，是伊查。姐姐，这个人就是写牌剧的那个人吧？我知道这个人。这个字是茶叶的茶字，不是沙。伊查，小林伊查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会被嘲笑的哟。有什么关系啊？反正明天也会学的。要是你好好预习的话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。预习呀、比别人先了解内容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是不想学习，所以才在这里吹毛求疵呢。你磨磨蹭蹭的话，预习完不成啊。对了，说到排剧的话。说到小林一场，我知道的很多。太好了，一起做作业吧。嘿嘿，你不嫌弃的话。爷爷，这份资料上写着有关小林一场的事，你看了以后告诉我上面写了什么。我看看。这里说小林先生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，过得很艰辛。那是很艰辛呢。过来吧，和我一起玩耍。没有母亲的雀儿就是把麻雀和自己重叠了，那真是打动人呢。你别哭嘛爷爷，这个是小林一茶写的牌剧吗？
是啊，小麻雀离开大家，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所以他说：“过来吧，和我一起玩耍。”哎，真是好人。是个好人。哦，这句也写得很好。瘦弱的青蛙千万不要认输啊！一查在这里，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哦，瘦弱的青蛙是因为肚子饿，所以摇摇晃晃吗？不是的，这是瘦弱的青蛙在努力和大青蛙进行相扑比赛。相扑？不会吧？真的，青蛙经常相扑比赛的，你没见过吗，丸子？见过的人才比较罕见吧。千万不要认输啊！一查在这里，是说小林先生也是很辛苦的人，作为弱小者的同伴，在为瘦弱的青蛙加油。唉，明天我要是回答说这是青蛙正在相扑比赛，肯定会被嘲笑的。怎么了，丸子？已经足够了。哎，后面还有呢。爷爷，你要是想看的话就随便看，不过今天晚上要还给我。不过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念书呢？因为你被孙女利用了。哎呀，小丸子，你已经预习完了吗？算是吧，差不多都懂了。什么叫差不多呀？这孩子差不多就行了，其实差不多就说明懂很多了。剩下的就等明天了，要是全部都弄懂了的话，我就不想去上学了。没错，这就跟一开始就暴露了犯人是谁的推理小说一样。啊，真是的，别把推理小说和学习当成一回事嘛。是吧？就是因为想知道之后发生什么才能读到最后的，不是吗？其实学习不就是这样的吗？是，没错。没有兴趣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。没错，你说的对。我也会说道理啦。爸爸真是的，完全不明白小孩子的辛苦。我可是没有兴趣，还得去上学呀！哼。哎，是蟋蟀。蟋蟀在哪儿？丸子，怎么了？哦，有一只蟋蟀在叫呢。是这样，想出了一句诗。过来吧，和我一起玩《没母亲的蟋蟀》。学一查的吧，不过音数不对。嘿嘿嘿，刚才那份资料上似乎也写着关于蟋蟀的东西。哎，怎么写的？蟋蟀是在独自大笑，蟋蟀的叫声原来是在笑。小林先生把蟋蟀的叫声当作笑声来吟唱，但是这句也是寂寞的诗。在笑着，为什么是寂寞？啊，现在正好是这个时节，到了深秋，其他蟋蟀都消失了，但是剩下的这一只还在叫着。大家都不在了，就剩下它一只了，仍然在笑着，多令人钦佩。大家都不在了，仍然在笑，这么说来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也会说道理了。那完全没有令人敬佩的感觉，只是喝醉了而已。到底在哪儿啊？哎，蟋蟀，只听得到声音却看不到。这只蟋蟀也是被剩下来的吗？也许吧，蟋蟀也是在拼命的努力活下去。真好听。是在笑吧？应该是回忆的笑声吧？如果是开心的回忆就好了。哎呀，小丸子，你感冒了。昨晚听着蟋蟀的叫声在院子里睡着了。蟋蟀？这么说起来，昨天的作业里也有蟋蟀的排句呢。就是啊，刚好昨晚我家院子里有一只蟋蟀。真厉害，认真看了资料了吧？只看了一点点。对了，小玉，青蛙会相扑比赛，你知道吗？相扑？不知道。果然，爷爷也真是的，居然随便乱说。青蛙相扑比赛，那是什么？各位同学，
看过昨天的资料了吗？是。那我来听听看，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我来说。好，王伟同学，你来说。好的。我昨天去空地上了，也就是说我是专门去听蟋蟀的叫声的哦。哦，那怎么样了呢？我本来想抓住一只听一听它的叫声，但是这边也有，那边也有，简直就是大合唱，所以我觉得那句是一点实际意义都是没有的。蟋蟀的话这里有一只，你看。王伟同学，你想听的话就来听吧。山田同学，难道你预习了资料？不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总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吧。什么资料啊？果然啊。老师。好的，程启同学，你来说。里面写到了很多动物和昆虫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是这样吗？你说的不错。读一茶的牌句就能明白，就算是小动物也有非常宝贵的生命。我来问一下，你们认为一茶所写的那只瘦弱的青蛙在做什么呢？小丸子，刚才你说的。知道。哎呀，小绿，那是爷爷乱说的。其实，据说他们是在进行相扑比赛，这很有趣吧？哎呀，没想到爷爷说的居然是真的。难得有人帮忙预习功课，但是小丸子居然不相信爷爷。顺便说一下，在一茶咏唱的诗句中所提到的寺庙里，至今还保留着进行相扑比赛的瘦弱青蛙的石像。即使忘记了，这里还有不可动摇的证据，即使找借口也是没用的。所以要拍照的话，就拍独家新闻照片好了，比如世界第一的炸虾之类的。樱桃小丸子讲的是梦想的炸虾和被拍进照片里的真相，好好期待哦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卡塔布拉丘林库。